欢迎收看本期新闻回顾。伊朗最终承认导弹击落乌克兰客机。1月11日，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此前的乌航客机是由于人为错误被意外击中。对此，总统鲁哈尼也予以承认，并表示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这场发生在1月8日的事故在数天内已经几次反转。事发之初，一方初步消息称其因机械故障坠落，还宣称有机组人员要求返航的细节佐证。这一说法一度被乌克兰承认，但随即被推翻。而后，伊朗一再否认客机被伊方导弹击落的质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一再强调是被伊朗错误击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质疑。如今，伊朗正式承认确为本国导弹误炸，事件第一阶段告一段落。从事发至今的各方表现来看，基本还是理性克制的。伊方最初的竭力否认，与其说是抵赖隐瞒，不如说是拖延。毕竟敏感时刻发生这种事故，伊方有理由担心美方借题发挥，加大打击力度。而美国和加拿大方面在质疑同时，也都强调了不是故意攻击，这体现了美方无意扩大争端的立场，基本回应和消除了伊方的顾虑。因此，伊方在短时间内两度软化了立场，先是允许美方机构参与调查，而后索性承认了事件真相，这无疑将为事故顺利善后铺平道路。国际民航事故处理有一套成熟机制，沿着这条轨道顺利通向终点将是大概率。也正因此，伊方继续隐瞒没有意义，只要进入调查阶段，导弹打飞机这样的显著事实无法掩饰。与其如此，不如主动担责以争取相关方谅解。值得关注的是，最终承担严重后果的很可能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压力不仅来自美国，国内压力也不可小觑。伊朗军方公布的消息中，虽未明言是卫队造成误伤，却点名事故客机靠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敏感的军事中心，且该中心处于高级警戒状态，指向性明确，也不难解读其暗示。这一暗示也得到了最新消息确认。1月11日，在军方公布消息后，一名卫队高级指挥官表示，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并向国家道歉。伊朗政治格局很明确，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直属最高领袖的武装力量，却并非正规军队，其人员数量、装备水平、经费规模均在军队之上，与军队既是合作又是竞争关系。卫队不听命于总统为代表的政府系统，反而强硬干扰政府外交政策。在此格局下，卫队闯下大祸，在暗流涌动的微妙政局中，会留下多大的尾巴让人揪住，值得关注。曾任过卫队司令官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今年身体状况严重不佳，政治靠山来日无多，核心人物殒命于军事打击。如果再留下击落民航客机的污点，在不久的将来走向低谷的可能性不小，这很可能是此次事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林火失控，澳大利亚数万人抗议政府对应暖化不力。据外媒报道，由于气候因素催化的丛林野火失控，造成人命与财产损失。澳大利亚十日各地有数万民众集会示威，要求保守派政府处理全球暖化问题，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澳大利亚这波前所未见的野火灾难，至少已造成27人死亡，吞噬了逾1030万公顷土地，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抗议民众奥尔德罗伊德说，由于我们不采取行动，才造成这些人命损失。这次破坏情况极其严重，我有许多住在乡间的亲友，房屋受到威胁，甚至被烧毁，也有人失去生计。
澳大利亚民众对于野火的爆发原因日益愤怒，有些人指责总理莫里森政府未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迁，还支持造成全球暖化的煤矿业。示威者当天高举标语，写着改变政治，不要气候变迁和相信科学，并要求莫里森下台。澳大利亚2019年经历史上最干燥和最炎热的一年，12月中更出现摄氏度 41.9 度的历来平均最高温记录。由于干季拉长加上气候变迁，导致澳大利亚出现有利野火的严峻环境。专家警告，这类大规模野火将越来越频繁且激烈。报道指出，澳大利亚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数一数二，原因在于大量使用火力发电，同时2500万人口也相对稀少。抗议人士艾吉希尔表示，若为了未来世世代代，我们要扭转气候变迁效应来拯救地球、人类和动物，我认为政府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弹劾案即将送交美参院，特朗普称佩洛西是最差议长。综合报道，美众院议长佩洛西日前致信众院议员，称准备把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网络推特连批佩洛西和民主党，称佩洛西将是史上最差的众院议长。佩洛西在信中指出，已经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准备在14日提交一项任命弹劾案负责人的决议，并且将弹劾条款提交到参议院。佩洛西表示，参议员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考虑弹劾审判。他写道，在弹劾审判中，每名参议员都要宣誓，根据宪法和法律公正执法。每名参议员现在都面临一个选择，是忠于总统还是宪法。自去年12月18日众议院投票决定弹劾总统以来，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众议院议长拒绝将弹劾条款提交给参议院，要求进行有证人作证的公平审判。他还要求麦康奈尔提供有关审判的细节，好让他决定任命谁为弹劾经理。麦康奈尔拒绝了他的这些要求。麦康奈尔一直在与白宫就策略问题紧密合作。他10日表示，参议院急于开始行动。如果麦康奈尔能让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他的策略，共和党人就能以53-47的优势获胜。到目前为止，他们支持模仿20年前克林顿总统遭弹劾时的模式。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10日表示，参院中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开始审判，并将尽一切努力令事件真相大白。舒默建议引入的四名新证人中，最让人信服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特朗普之前曾表示，他打算阻止博尔顿发表任何证词。博尔顿本人则表示，如果收到传票，他会出现在参议院。与此同时，中间派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宣布，他正和其他共和党人讨论一项能让参议院听取新的证词的策略。柯林斯的意见很受关注，因为制定审判规则只需要51名参议员的支持。民主党人一直在努力说服摇摆不定的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听取新的证词。预计参议院将在本月开始审判。有共和党参议员透露，参议院或可在特朗普2月4日发表国情咨文前完成审判，让总统向全国民众交代结果。1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连批佩洛西和民主党，重申民主党的听证会充满不公平和偏见。特朗普还再次宣称，佩洛西将是史上最差的众院议长。此前，特朗普曾经就弹劾案表示，我并不真的在意，那无所谓。对于我来说，我很乐意有参议院接下来的审判，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
他还不断指责弹劾调查是骗局，并暗示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外界普遍预测，由于共和党在参院握有多数优势，特朗普将在参院被判无罪，而且参院从未罢免过任何一位总统。在那之后，美国的热点预计将转向2020年总统大选。应反恐警察部门将激进气候团体列为极端主义。关注气候变化组织反抗灭绝此前在英国发动连串激进示威，引起极大争议。近日有报道称，当地反恐警察已经于2019年11月将该组织列为意识形态极端主义。报道称，由英国反恐警察部门东南分部制作题为《从意识形态极端主义中保护年轻人及成年人的指引》，于2019年11月发布。指引全长12页，每页均标明为官方文件，当中涵盖新纳粹组织、伊斯兰极端组织、极右组织及极端动物权益组织等。指引称，该组织即使不对人使用暴力，但鼓励参与其他违法行动。指引警告，一旦发现有人成为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牺牲品，就需要考虑向当局通报。英国《卫报》发现这份指引后，曾向负责反恐的高级官员查询，双方称当局并未将反抗灭绝主张的意识形态列为极端主义。相信指引是英国反恐警察部门东南分部独自制定，并未在英国其他地区使用。英国反恐警察部门回复时则解释，部门并未将反抗灭绝列为极端组织，承认指引可能会造成误解，将重新审视其内容并收回指引。反抗灭绝发言人批评，警方此举目的是令争取反抗气候暖化的团体消声，质疑当局为何不针对化石燃料公司等真正的极端分子。反抗灭绝2019年底在英国发动多场激进示威，包括堵塞主要道路、强闯机场、繁忙时间阻止列车开出等。他们声称这样做是要唤起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促使英国政府正视问题。不过，连串示威反而引起公众不满。反抗灭绝组织其后亦承认激进路线不得人心。英女王表示尊重哈里决定。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促成了一项协议，为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未来的角色转变制定了一个计划，允许他们在加拿大和英国两地往来生活。这一协议也有望让近年来风雨飘摇的英国王室平稳度过这场王子辞职危机。八日，哈里和梅根希望辞去高级王室成员职务，努力做到经济上独立，并且在北美和英国两地往来生活。英国《卫报》报道称，两人发出声明前并没有征询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任何王室成员意见。而这次会议是哈里王子自八日公布淡出王室愿望以来，首次与王室成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据悉，远在加拿大的梅根王妃会通过电话参与此次会议。13日当天，英国女王在桑德林厄姆庄园举行了一次王室会议，旨在解决哈里王子发声明要求辞去王室高级成员职务的难题。英国女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高级王室成员的会议是建设性的，双方已经同意将有一段过渡期来解决梅根和哈里将在加拿大和英国两地生活的问题。女王表示，我和我的家人完全支持哈里和梅根在年轻时开创新生活的愿望，虽然我们更希望他们成为皇室的全职成员，但我们尊重并理解他们，希望继续作为王室家庭的重要成员，同时作为一个小家庭过上更独立的生活。泰晤士报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哈里和梅根因威廉的欺凌态度而离开，还说威廉并不欢迎梅根加入他们的家庭。
但报道也警告说，这些说法受到亲近威廉王子夫妇的消息人士强烈驳斥，也遭到部分熟知哈里王子者的质疑。随后，威廉与哈里办公室罕见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即使两人已经明确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英国报纸今天仍刊登了一则不属实报道，称他们两人关系出现问题。声明中写道，对于非常关注精神健康的这一对兄弟，使用这类煽动性的语言是非常冒犯且有害的。以上是本期新闻回顾，感谢您的收看。